快点吧，快点吧！林家快点！400年来，有多少的统治者，没有一个带土地来的，每一个都是用枪、用盾牌、用棍子、用他们的法律说这一切都是合法的，叫我们依法，叫我们违法，到底谁的法律啊？这里到底谁的土地？政府的 BOT 政策已持续不断的对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进行霸凌，在国家与财团的主导下。原住民族总是最弱势，在原住民族地区施行的观光发展政策和原住民族基本法之间相互矛盾，失去土地的是原住民，获利的却是财团。还有自然主权，还有自然主权，原住民站起来，原住民站起来，呀哎呀哎哎呀哦哎呀哎哎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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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